你好，我是希峰。今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《路加福音》7:11-17。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的独生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饼。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她，对她说：不要哭。于是进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，并且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众人都很惊奇，归荣耀于神，说：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又说：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